是马虎赛尼东乡族，我是东乡族耿占基一县级川城人，我是第四代了。我叫马忠，东乡族，东乡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面，是全国唯一的以东乡族为主的自治县。东乡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，家里面来客人，让到炕上，三泡腿的盖碗茶倒上，啊，端上油香。东家是种站着恭恭敬敬的伺候，并且这个不时的向客人这个做伺候这个，这是个东乡族待客的一种风俗习惯。毛毡机这个制作过程当中，每个环节都是要有一定的技术，选毛、除油、弹毛、拂毛、洗毡，最后是搓边溜角，最后溜边的时候，没有这个高超的技术，它的那个毡辫子搓不匀。15岁学的，15岁我父亲给那做起来的。我这刚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困难大呗，学不了，那个苦大的很，累，脏的很。慢慢做起来以后，还是也可以的。对于一个干站的艺人来说，过去啊，基本上都在这个13、14岁开始就学习这个干站的这个职业。学习过程当中，他还要用心。最终嘛是以自己艰辛的这个学习和这个持之以恒的耐力，才能够掌握这种技术。在干毡机的保护方面，传承人发挥了这个很大的作用，培养了200多名的传承人群。毛毡这是我们前辈们遗留下来的一种这个干毡的技艺，干毡的这种技艺需要继承，需要保护。